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学我想你。你们发现了吗？在这个拼音里边，我想你，你们发现了都是一个这个我想你，这就是三声。请跟我读，我想你，我想你。德语叫Ich fühl mich so dich. Ich fühl mich so dich. 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完了，等接下来节目再见。谢谢你们订阅我，么么哒。